我们那个明天也来不了水啊，这样的话。如果今天我还是来水的话，就只能带客人去 A 栋去洗澡。哎呀，英俊哥，我要去 A 栋，我要找军哥拿个感冒药。去，一会儿我去。没毛病。陆姐，你还好吗？今天我要败下阵了，我这跳着突然啊。我是来找军哥拿点感冒药，我有点感冒。哎，我现在去给你拿。不用很严重，就一点点。没有很严重，你就喝那个红糖姜水。没事，我军哥。去尝一块咖喱土豆牛肉，我去给你拿感冒药。哇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。可以放下这里，可以行。啊，这个是你的杯子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给王源。我跟你没有，再兑一点，没事，兑一点点凉水，我怕太烫，你马上喝不了。这种差不多，试一下。嗯。我觉得就是觉得，陆姐，陆姐吃，你先吃，老板先吃。谢谢，老板。我们那边是每个人都做菜，现在是。你做什么了呀？我做了一个红烧鲫鱼。我今天是怎么样？我煮鲫鱼的时候，它尾巴断了。今天又断了。然后我用筷子给它接回去，在中间盖了一块鱼皮，一眼看不出来。你妈要看这节目说这节目真好，根本就是下乡在锻炼。重点是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哈，他会很高兴。嗯，然后很高兴。露露，你喝汤吗？哦，喝不喝？也可以。有。一点吧。好吧，有吗？这是什么？是牛肉饭。那我一会儿我就过去，然后我跟他们说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去做那个跳舞。要喝了吗？嗯，喝。自己泡点热水喝。那我过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见。哎，之前雅丽姐不是拿了红糖姜水吗？这儿呢，你要喝的话就热一下来。这不行，热不了。能，热不了它，以后还怎么热女人的心？那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是不是我赢了？原来是一个坑。开始饭了，快，都凉了。超好吃，你尝一口。我拿这个筷子尝一口。哇！怎么了？这度数好高，哎呦！戏精，你的演技简直是超越了三线地方台栏目剧的演法。不过总体来说。我们今天这顿饭让客人非常非常的满意，那就行了吧。太棒了。其实在邱老师的早餐的激励下，我们都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。对，都提高了很多。还停了水。哎，对啊，今天在停水的情况下，哎，无论是哪个菜我们也没耽误，而且是清盘啊。对啊，而且为我们自己点赞好吧，为我们自己拍拍手。好吧，走吧，去看看跟小朋友跳舞吧。好吧，因为没有水先摆在这儿，我们晚上等来水了再说吧。不如跳舞，大家辛苦，加油。到时候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弄弄头发，换换衣服，补个妆。晚上见，好不好？晚上要成功啊，成功。晚上要成功。雅丽，来，雅丽辛苦了，雅丽拿汤锅喝。一二三，加油！我们去碾压壁咚。